台湾的防疫做啊唔会难，后疫情时期各地就散漫的外来病人接，今日一海口乡公所就结合的菜地的单位来办的海口有好事的活动，按民众来出街买东西，特别运用熊猫来做主题推出的小礼行，按民众对无熊猫的国土重新来认识海口乡。海口乡文化十八馆来个三十人的单位，有卖苏红串珠、苏州的铜板、泥上花叶豆，还有台北粗甜的鸡卵糕，都是一旦有特色的商品，真难向你去搞关。地蛋糕，然后是毛笔造型的。如果考生他有要考试的话，可以拿去拜拜，然后拜完可以直接吃掉。我在卖的是记忆，主要是在帮我的客人把他这个时候的记忆留下来，透过画笔，然后留在纸上。还有疫情时期，他家就提个表演机，还有向公所团队与普罗汉合作，抽抽到彩题贴纸的大妹。除了办两日文创实习机会，还推出烧熊猫店内的小礼行，而民众大帮去赴福州来了解海口乡的风土民情。这个活动呢，其实是我们第一次跟溪口乡公所一起来合作。那未来呢，接下来每一个月，我们也希望呢，可以在溪口的一些闲置空间举办像这样子热闹的文创市集。可以在我们溪口乡14个村落，那总共有34座庙宇，那透过这本护照，那在我们各庙宇之间可以做一个集章的一个活动，让外地的朋友来到溪口可以做一个更深度的一个旅游跟认识。因为都想从参加活动经验，被安心的韩国拥有。海口乡公所就讲，韩白外团文创实习改到海口老家的邱思聪来办，希望大鹏发通，团员带到老家来，打开海口乡创新的路。客家新闻李新龙加以报道。